啊，是的，阔别已久的装机推荐终于又回到频道里了。回想过去一年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装机推荐演示，不少观众也非常期待今年的更新。其实我也在想在更早之前和各位更新这个系列，只不过由于今年的硬件价格非常不明朗，上半年一张旗舰级别的 RTX 3070都去到了夸张的7000零级了。好在下半年的显卡价格回落了不少，加上3080 Ti 和3070 Ti 的推出，现在总算也不太难搞到稍微比较正常价格的显卡了，虽然现在的价格又开始回涨了就是了。前些日子我在频道里开启了不同价位的装机企划，邀请了一些有兴趣的粉丝透过购买主机的方式让我能够实现这一次的装机推荐更新。当然作为回馈，粉丝的最终购入价格是比起推荐的整体价格还要低的，当时显卡也是还没起价的价格，今天的影片也是以如今的价位来进行推荐，并且由于硬件价格会随时间有所波动，因此正确价格还是需要得看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各位也能够依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相对应的调整。开头的第一期是先和各位演示高性能 2K 分辨率游戏主机推荐，总价在8000零级左右。对3000零级到4000零级的主流价位感兴趣也别太担心，影片制作也在路上了，同样也会在近期和各位更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么首先来和各位介绍搭配的硬件配置，这次要特别感谢粉丝 James 购入的这台主机，他对于主机的要求是完全主打游戏，并且能够在 2K 分辨率下有非常棒的游戏体验，因此处理器我选择了如今游戏性能都非常出色的6和12线程 AMD Ryzen 55600S， 市价在1350零级左右。虽然说这个价格还可以选择8核心的 10700F 或 3700S， 也应该会有人推荐选择更便宜一些的 11400F，但 10700F 和 3700S 在游戏性能的表现是不如 5600S 的，而 11400F 结合了相对应的主板和全套硬件后的价格也只会从8000零级下降到7700零级左右，而整机的价格差距也就只有 4% 左右而已，但整体的性能差距至少有 6% 到 10%， 所以大家在选购硬件的时候尽量是整合全部价格后衡量出差价和性能差，这样的选择方式会比较符合整体的综合体验。主板我选择的是微星 B50M Model Wi-Fi， 对于现阶段 AMD 平台来说，这块主板和华硕的 TUF B50M Plus Wi-Fi 我觉得都是价格和规格最均衡的最佳选择了，不错的用料即使是 5900S 也都能够很完整的发挥出性能，主流的扩展性能提供了一定的扩展空间，更完善的接口和功能，比如数量不错的 USB 接口，提供了 Wi-Fi 6无线网卡以及 ARGB 灯光接口等，该有的都算是给足了。如果想要在主板说一点水，可以选择同样来自微星的 B50M Pro VDH Wi-Fi， 基本使用上是没太大的区别，主要区别是在附加功能和接口上，比如没有提供 2.5G 网卡接口，后方不提供 Type-C 接口，数字音频接口只提供入门的三口，以及散热装脚比较差，不提供一体式挡板等，差价在180零级左右，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将装机演示和硬件介绍整合在一起了，因为这次不打算使用原厂散热器，所以我另外选择了立明的 AK120 Black ARGB， 是四热管镀镍铜底底座设计，搭配了一个黑色框的立明 C12S ARGB 风扇，用来压 5600S 已经非常足够了，稍后也会和各位演示温度表现。对于没有 RGB 要求，想要价格更加便宜并且尽可能发挥出 5600S 的性能，可以选择雅居的 B3。记忆体内存由于想要发挥出更好的性能表现，选择了英锐 WSD VDR4 3660GB 灯光套条，白色的散热装甲搭配 RGB 导光条，和 B50M Model Wi-Fi 主板的配色意外的契合，采用美光的 C9BLM 颗粒，之后我也会用它来超频看看可以去到多少。另外不打算超频以及没有灯光需求的朋友，可以自己选择任何厂家的 DDR4 3200套条，但记忆体的价格会明显比起 DDR4 3600灯条还便宜不少。不过就如同我选择 5600S 一样，将总价放在一起对比，那差价就明显没差多少了，特别是深度电竞游戏爱好者，我觉得选择 DDR4 3600会更加值得一些。
SSD 其实就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渠道去做选择。这次选择的是微刚 SS8200 Pro 512GB、虽然经过了换主控的丑事，但对于一般用户的使用需求来说，稳定性还是在的。加上考虑到马来西亚售后也比较靠谱，以及价格的考量等等，如果不介意换了主控这回事， SS8200 Pro 还算是可以选择。当然要是你介意换主控或者换料这个动作，那么其实也只能选择 Samsung 970 EVO Plus， 又或者直接选择 PCIe 4.0 的 SSD。因为现阶段主流价格的 SSD 基本都换过料了，哪怕是 WD-SN750、也都已经经历过换料的动作了、所以不要有换料的风险，就只能加钱选择更加高端的款式。电源原本是要使用之前评测过的微光 Core 的 750W 金牌，但考虑到日后升级的冗余，我还是给它换成了 850W 的金牌全模组电源，使用的是九州风神 DQ850MB2L。会选择它其实是因为最近不少 850W 电源都处在无货的状态，不然就是完全买不下手的价格。850W 金牌规格，全日式电容，外加10年保修等的规格都给足了，只要不超出冗余使用，基本上应该都还是可以用得很舒服的。另外这款电源的模组线全都是扁平线，这点好评，对于理线的体验会提升不少，只是线材还是有点硬就是了。然后是机箱，这次选择的是追风者 P300A 短风道机箱，前脸提供了密集网孔的冲孔网板，体积足够小，材质也还算不错，安装的体验也还 OK。 最主要的是理线难度不太高，想要选择体积不太大却要有不错的散热性能以及安装体验也良好的 ATS 机箱，这款会是个不错的选择。随机箱只提供一把后方的风扇，但机主希望主机的配色会是红黑色的样子，于是我搞来了4把 OEM 的 12mm ARGB 灯光风扇，分别在尾部、顶部和前脸给装满，形成了前脸进风、顶部和尾部出风的风道设计。原定机主是想要拿3060Ti 的，但是当时我看到只要补上600G的差价就能够直通 3070Ti 的，怎么想都很划算，于是就用了4000G搞了这一张七彩虹的 RTX3070Ti ADOC， 黑色加银色的散热器外观和主板的配色也很贴合。此外中间也带 RGB 灯圈，可以调整到合适的颜色进行搭配。另外这张3070Ti ADOC 让我非常欣赏的一点，就是它完全没有月间设计，对机箱兼容和安装理线等是真没什么压力，这点好评。介绍完硬件和安装好后，接着就是要进行烦人的理线了。好在 P300A 虽然小，但是理线的体验还是很 OK 的，即使搭配全套 ARGB 灯光同步的风扇，都还是可以理得还算整齐。完成了安装就直接点亮吧，这时候灯光还是各自跑着自己的颜色，还需要通过软件来进行同步。虽然之前常说完灯光就要尽量选择华硕家，但这一次只要同步单色，利用微星的 Mastery Light 还算是很 OK 的。由于七彩虹显卡没办法通过 Mastery Light 进行同步，必须按照七彩虹自家的 iGame 软件来另外设定。完成了灯光设置后，就来看看最终的效果了， Let's see it。看完了外观，也要来看看这台主机的性能表现。 5600S 的性能相信各位都很熟悉了，最强的6核12线程处理器，在主板默认自动 PPU 模式下进行 Cinebench R20 跑分测试，单核测试下的频率可以上到 4.6GHz， 多核测试则是维持在全核心 4.35GHz， 最终得分为598分和4293分。机体内存得力于 DDR4-3600 频率的套条，延迟仅有61纳秒，表现非常的不错。不过我时常看到很多人说 AMD 会有积热的问题，总是看到不少人推荐使用 AMD 就必须用非常好的散热器，这一点其实是有点误导的。
在默认自动 PBU 下 5600S 搭配列明 AK120 Blade ARGB 在进行 IDA64 的温度烤漆也就只有65度，而且机箱和散热器的风扇转速也还是在静音的状态下，功耗更是只有区区的76瓦。当然由于自动 PBU 的关系，全核频率只有 4.075GHz，换到和3070Ti一同进行双烤， 5600S 的温度不到70度，非常的凉快，功耗同样还是在76瓦，频率则是稍微降到了全核心 3.8GHz， 但3070Ti的温度就差不多有点高了，不过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因此在自动 PBU 模式下，绝大部分的四热管塔式散热器都还是能够很好压制 5600S 的，不要被误导了。不过可能会有观众觉得那是因为是默认 PBU 模式，功耗都还没释放，当然可以压得住。既然大家都想看看 5600S 在解锁 PBU 或是使用 PBU2 甚至是手动超频后的散热表现，那么我就来给各位如愿以偿。这次挑到的 5600S 体质还算不错，在设置了合理的 PBU 手动参数后，在电压曲线设置，也就是 PBU2 的功能中，可以设置全核心-30的电压曲线直接使用。另外我也将机体内存手动超频到的 DDR4000 的频率，时序为 C16-16-39， 电压 1.4伏，此时 CDBench R20 的单核频率可以维持在 4.85GHz， 而多核频率则是维持在 4.6GHz，分数分别为626分和4659分，整体提升了 5% 和 8.5%。 而在 IDA64 的 Memory Benchmark 中，超频到 DDR4-4000 的延迟也进一步下降到56纳秒，读写带宽也明显提升了约 10% 以上。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再进一步压榨这对记忆体的超频能力了。为了搞清楚超频后的稳定性，我也进行了半天的 Core Cycle 和 IDA64 的 FB64 稳定性检测，以及一小时的 Mantis 记忆体内存检测，全部都是过关，没有任何的报错。之后进行多项游戏测试也完全没有不稳定的状况，可以说表现很好了。完成了超频，再来看看烤漆温度表现。虽然超频后的温度在 FPU 烤漆中提升到了81度，但这个温度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频率直接提升到了全核心 4.575GHz， 相比默认 PBU 模式频率提升了 12%。 当然功耗也从76瓦提升到了106瓦，相比起默认 PBU 也提升了近 40%， 能耗比来说相对不怎么划算，但 who cares， 反正81度的烤漆温度已经非常不错了，这点功耗提升值不值得就得看个人了。切换到和显卡一同进行双烤后， 5600S 的温度稍微上升到了84度，而全核心频率还是维持在 4.525GHz 的不错水平，功耗则是102瓦。要知道这是在 P300A 而且是个单塔风冷的 AK120 下的表现，加上这一颗 5600S 体质很不错，超频后的功耗也会稍微高一些，以及手动超频一般可以控制在更好的功耗等，竟然都已经给这颗 5600S 进行了 PBU 超频设置了。接下来的 3D 码跑分和游戏测试也会以默认 PBU 模式以及 PBU 模式进行性能对比。另外这次的主题是 2K 分辨率高性能主机，自然测试的分辨率全都以 2K 分辨率来运行，至于为何也不一同测试 1080p 分辨率，我就不需要再多说了。首先来进行 TimeSpy 理论性能测试，在显卡的图形性能分的对比中，默认 PBU 模式获得了14602分，而 PBU2 超频模式获得了14614分，图形性能分可以算是误差了，而 CPU 理论性能分则是有明显的差别了。默认 PBU 模式得分为8155分， PBU2 模式得分为8832分，提升幅度为 8%。 再来是进行游戏测试，首先是电竞游戏 CSGO， 在 2K 分辨率默认全最高画质中，默认 PBU 模式的平均帧数为497帧，而 PBU2 模式的平均帧数在511帧、虽然看似还是有着一定的提升，但是也就只有 2% 的提升。接着还是少不了 DOTA 2， 在 2K 分辨率全最高画质中， PBU2 模式在这里的提升较为明显，基本提升在10到12帧左右。再来是绝地求生，在 2K 分辨率三级制画质中， PBU2 可以看到还是有着10帧的提升幅度，但在默认 PBU 也已经有200帧以上了，整体提升就相对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是新加入测试的永劫无间，相信最近也有不少人开始玩了。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并且关闭 DLSS， 由于这游戏不自带基准测试和游戏重放，因此两边的测试会有一定的变量，大家就自己观看参考好了。接着是单机游戏，首先是古墓丽影，在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关闭 DLSS 功能下，两个模式的差距就非常细微了，而最终获得的平均帧数也是一致的。这也因为单机游戏还是以显卡性能为主，CPU 性能的影响非常细微，特
特别是在 2K 分辨率以上的差距更小。再来是刺客信条英灵殿，也是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中，两者的帧数基本一致，最终的成绩也获得是一致的平均70帧。最后是赛博朋克2077，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同时开启超级档光驱特效以及开启 DLSS 平衡档，这游戏同样是没有基准测试的，只能大致对比同一个场景下的游戏表现。虽然性能也是基本一致，不过不得不说能够在 2K 分辨率下流畅体验高画质外加光驱特效确实非常棒。总结这一次的 2K 高性能游戏主机，首先我将配置表和单件价格放在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参考一下。不过如今因为显卡的价格浮动很大，加上不一定能买到同样的款式，因此很大概率还是需要自己再进行一些硬件选配的微调。而且目前的情况也比较建议全套都通过一家店家购买，这样会相对的便宜不少。结合了这一次装机演示， 5600S 加 3070Ti 的配置在 2K 分辨率下可以有非常棒的游戏体验，甚至部分游戏都能在 4K 分辨率下流畅运行。加上这一次的配置选择也可以在日后有非常多的升级空间，对于有这样的预算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而如果你想要在 2K 分辨率下能有基本流畅的游戏体验，那么其实显卡可以选择更加便宜的 3060Ti 或 6700ST。甚至如果预算真的不够却还是想要有 2K 的游戏体验， CPU 还可以选择 i5-10400F 或 R5-3600。整体算下来可以大约便宜1000零几左右，只是如果你是主玩电竞游戏居多，那么 5600S 的选择价值还是比较高的。而主板还能选择入门一些的，机体内存也能选择无光以及 DDR4-3200 频率的，计算下来还能够再便宜个300零几左右。这一次会选择 B50M Mode 和 DDR4-3600 频率的灯光套条，也是因为主板的用料和扩展性功能更好一些，方便日后升级处理器或添加配置什么的。而3600灯光套条纯粹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选购，没什么太充分的理由。其他像是硬盘、散热器、机箱、电源等，只要是选择合理的搭配，基本上对性能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因此这些硬件我就不多赘述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这期影片还不错就别忘了点赞分享支持一下，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加入我的 Discord 交流群。对这一次的影片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